延期话题来看到，有网友分享近日到花莲旅游，投诉某饭店入住双人房，扣掉政府为了振兴花东观光给的补助款之后，两个晚上的住宿费用只花了18元，而且住宿的品质很不错，值得再访。贴文一出，有网友说虽然觉得旅客赚到了，但还是替业者感到心酸。舒适房型设备应有尽有，大厅自助吧免费享用，甚至还有交易厅。花莲这样的旅馆，两晚住宿房价不用三位数，你相信吗？有网友分享，住进这间旅馆的双人房设有停车位，虽然没附早餐没浴缸，但两晚的住宿房价原价2000元出头，扣掉政府为了振兴花东观光给的补助款，算下来两晚住宿只花了18元，引发热议。其实那是因为我们本身的价格也已经有优惠了，然后又加上搭配平台的优惠，偶尔会出现这样子比较惊喜的价格，因为我们是浮动房价，所以如果平日来入住的话，补助的话大概只要贴300到500不等而已。扣掉国旅的话，2晚600，再自己贴600，蛮 OK 的。消息曝光，有网友直呼房价本来就不贵，再加上有补助，虽然觉得旅客赚到，但还是替业者感到心酸。看看当地受到地震冲击，人潮不如以往，花莲自由行观光补助也因此延长到11月底，更加码，每人每月都可补助1000元。但反观台东，补助款在9月底即将到期，当地业者也期盼能比照花莲延长补助期限。7月份的客源实在真的很不好哈，8月份补助的时候呢，客人真的回流了，然后9月也没什么连休假日。暑假过之后，也许很多业者就会重新考量了，就是到底他还要不要撑？像我们刚刚看到这是算低价哈，应该是不会赚钱，但是可能是让员工有工作机会。9月份开学之后，旅客数又变少。那你即使有这个促销方案，也同样可能不会有很多客人来。对此，观光署表示，台东是否延长补助期限还有待评估。毕竟寄出低房价对业者来说，利润即便减少，至少还盼到人流。但要是拿掉补助款，人潮未必回流，恐怕也面临血本无归。中央台东综合报道。